我是公关联合党的2012年10月2号，那个宋安娜，宋安娜，9:02:08:52:57哦。然后发车用3:02的加班新成绩，然后用3:02面组。耶、yeah, ，我的5:02:70终于让我拍到三件正面，3:03，这片豆人有红色带新成绩，然后联合5:02:70哦，加班的新成绩，然后。5:02:70，张老板就用三眼花里。不要搞，所以你是来替高副座的、啊？我说你是来接替高副座的。是，我是替班的。啊、哦，替班副座，我也是替。5:02:40哦，新成绩单喝，2:03。有了5:01哦，七度发车叫海星和新左营的新闻局啊。9:04:10月2号。108，108在电脑家接我们局网哈，5:01哦，在送分的什么那什么，9:05:11。闭车门。依次在双栏的关闭车门。啊，所以要拜拜。再次再见，麻烦。